请您欣赏八马褂，表演者孔云龙、郭德纲、于谦。感谢朋友们，太热情了。嗯，怎么到这儿还退场呢？还，那是郭麒麟的粉丝啊。嗯，嘿，你看，高兴，确实是高兴，高兴。观众朋友们也热情，那是这么热情，这么热烈的掌声。嗯，你看看，真捧，一下就不紧张了。不是，我认为这么热烈的掌声怎么样？不是给我的。哦，给郭瑜二位大角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人家是喜欢听相声。哎，太不容易了。嗯，太不容易了。现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嗯，德云社休息了将近10个月。是，高兴的是什么？什么？12月1号，嗯，我们也是在这个剧场，哎，开箱了啊。12月份开箱，你还高兴呢？嗯，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情，说来听听。再有一个多月，嗯，就封箱了。确实是，今天这个演出呢是跨年的演出，对，都是大腕儿啊。你看看刚才头里郭麒麟啊，这是您的亲儿子，那错不了。亲儿子的呀。郭麒麟多火爆啊，腕儿，哇，孟鹤堂小鲜肉是腕儿，栾云平嗯副总嗯腕儿腕儿，岳云鹏嗯腕儿，他这个血统不是特别纯。嗯，确实都是大角儿，都不错啊。我就感觉特别的自卑，为什么呢？不如人家，哪儿不如啊？不如人家呀！啊，人家现在团综，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电影、电视剧，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来德云社快20年了，好不容易上一个热搜，黑衣男子。不给露个脸儿，你想想啊，云字儿的，好歹我也是云字儿的，朋友们，是是是，孔云龙，嗯，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太熟悉了，德云社云字儿的那是值钱，一个云字儿，朋友们，我不夸张，一个云字儿顶15个赫兹，他说的是市场价，账头还真细致，那是。32个九字，78个肖字，嗯，127个龙字，那我就别招龙字了了，我师傅收几个云字就都有了啊。师傅您得捧我呀，我得捧你，您得捧我呀，好孩子，我是云字的，嗯，但是您得多看我一眼，为什么高看我一眼？哦，怎么我还有个龙，我还占一龙字儿，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占着呢，他这个对不对，爹？啊，以后龙字儿的都得归我管。以后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云字儿的跟龙字儿的，我都得是大师哥。当然了，云字儿的咱不敢争了，现在就说没有这个条件，是不是？龙字儿的我能排到大师哥吧？你是不是您得捧我？你是不是放松之后又紧张起来了？我听后台乐了啊！说这个意思，儿子，快蛋，他们乐我好几天了，他们都。他们昨天请你吃饭了没有啊？郭麒麟带你喝酒去了吗？喝了。不是你这一个云字儿，管那么些龙字儿的，你当那边大师哥管什么用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得让师傅得捧我。我就说是是，是不是？是得捧我。现在来说，你说人家岳云鹏啊，我们这都是一块儿来的。那当然，这就是喜极而泣，知道吗？
他当时跟瞧着他的喜气，人岳云鹏现在都火成什么样人呢？是是，岳云鹏他出身他也不如我呀，他炸酱面馆他端面呢，他是，对，这是实话。那你呢？我在海碗居工作，还是炸酱面馆？你俩人不同事吗？嗨，他是端面的，你呢？门童。那说明你比他长得好看。不是，同在一个，你瞧不见那个卤是吧？也看不见酱。那同在一个单位，还身份他不一样。端面的他是，他老挨揍他。挨揍，端面的怎么还挨揍呢？那一上面，小二，我先上面。人把面端过来，岳云鹏往那儿一放，人家一看，啪，大嘴巴子。干嘛呀？不吃青豆。不吃青豆就给一嘴巴。啪。这，哎呦。这个呢？大嘴巴子。哎呦，这是。蒜呢？没蒜也打呀。他吃青豆怕嘴里有味儿，拿蒜折折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，是，啪！好家伙，大嘴巴，这回这因为什么？面汤呢？啊，原汤化原食嘛。哎，哦，啪！这回岳云鹏乐了，干嘛乐？打美了，没打着。第四下没打。都过去了。甚至的，你看人家，我是这么认为，你要是挨个说，他们能挨个出来，你信吗？今天晚上你一定能红，儿子，真的啊，健康码红了。你戴上点口罩吧，你。这嘴巴打完没打着啊？我门童，你比他强，我不挨揍。哦，我站在门口，那门童那得是漂亮小伙儿，哎，这是实话，那得精神，对，有灵气儿，往那一站，是吗？得有灵气儿。你再来，我看看是吧？那时候比现在矮是吧？是，站在门口啊，大哥，你控制一下你情绪啊！人家控制什么人花了钱了？这是啊，您有点紧张。前排观众有点紧张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站在那儿确实好看，我漂亮，我嗓子好。哦，门童你得会喊。哎，你会喊？我站那儿，我一喊都得进来。哦，是吗？怎么喊的呀？大爷，进玩会儿啊！就这么喊呐。你说 这跟嗓子没关系，这是哪个夜店管饭的啊？这玩笑啊！哎呀，喊来您呐！哎，有门请，什么味儿啊？普通话差点啊！王先生来了，里边请。啊、王先生熟客、哎，刘大爷来了，里边请。你看看刘大爷，说相声于谦老师带着女观众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请。要不说你不谨慎，我也不知道他大儿能调过来。那是，于谦老师跟女观众又走了。好家伙，因为你报案了，于大妈打来了。哎呀呀！好家伙，于大妈都来了，我跟着了没有啊？去。哎呀，你这不应该在面馆工作，你应该调派出所去。说的我怪臊的，没你什么事。行，朋友们，那个时候我就在德云社呀。已经来了。我来的早啊。哦，那个时候郭麒麟才那么点儿。对，是陶云盛才那么点儿。陶阳来的早，到现在为止啊，德云社云字科现在是13位。对，是13个。嗯，一个个的人家都火了啊，一个个的人都综艺都电影，人这个岳云鹏啊，哎呀，要坏啊！我为什么火不了？为什么呢？找原因。有坏人，
有坏人还害我，这个可是真没听说过。对，有坏人害我，咱们这后台都好着呢。对，剖析一下啊。哼，就是他，抽烟喝酒烫头的。这不算毛病，孩子啊！你这不能说就是坏人。对，你拿健康码让我看看。不是你不能逮谁咬谁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不咬谁？你要跟你说，孩子，你有事好好说，你别这儿急赤白脸的。你谦大爷家的事儿，我能当一半家。不能，不能。可以，可以。什么叫孩子事儿他管？真不是你让他说清楚了，他干嘛？啊，那行，说。关键是什么呀？要没有他，我早火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怨我？哎，有一件事儿，您知不知道？你说说。我有一段神奇的故事。我骑着摩托撞过夏利。这个只要是德云社的资深粉丝，都听说过这个传奇哈。对，但是怎样？我骑着摩托怎么撞上的夏利你知道吗？那谁知道？你撞了我们都不在呀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？你们都不知道。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，这个人可委屈有日子了啊，连八扇屏都想起来了。嗯，哦，不是现在的事情啊。他是那么回事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哦，不入罐儿，我以为后汉三国呢啊。有一天我骑着摩托回家，嗯，快到家了，路边上停着一辆夏利车。这都听说过。在那儿晃。哦，车坏了啊。我干过门童啊。这事儿能打在你手背上啊？我眼尖呢。我一什么情况？嗯，我说离近了我看看吧。后座上啊，坐俩人。哦，有个男的抽着烟烫头，边上就是那吃炸面的女的。快说！一进了，于大爷认出我来了，啊、哦，冲我摆手，那意思让我走啊。你以为是？理会错了，我以为他让我过去呢。我一走神儿，我想的有点深。我一走神儿，梆一下子就撞上了。我让你过来，没让你进来呀、啊？你都撞进去了，你这。就是说想的。然后呢，孩子？哎呀，好家伙！我躺地上了。啊、嗯，于大爷走了，人女的让老公领走了。你躺地下看的还那么清楚呢？我印象挺深的。啊，没人管我，后来兄弟给我送医院的。哦，啊，这个事儿没有他我撞不上，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孩子，你可不能冤枉人啊！啊，那个女的多大岁数啊？啊，这是女的的事儿吗？这个，你得问他抽烟烫头那就是我吗？那是不是你于大爷啊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瞧他，干的什么事儿？这叫装年来放炮。当年这是上过晚报的。嗯、放炮，也是他。这点事儿都得搁我身上。嗯。也是他。今天晚上是孔三爷封神之日。好，谢谢各位啊。嗯，有一天他让我上他们家去。嗯，上家去关心我。嗯，问疼问暖。老三，这个离开老家之后活得怎么样啊？这个要死是怎么着？还有这么问候的？你活得怎么样啊？习惯不习惯呢？嗯，我一想，我说于大没这么关心过我啊，这不是那人、啊，你知道吧？哼，说那个老三快过年了，给你点衣裳吧。嗯，是不是？我也挺高兴的。哎，大裤衩你拿走吧，穿去吧。新的我就给人啊。内裤，那就是裤衩。嗯，
毛线内裤啊，这是清仓的啊，钉子裤。好，这玩意儿带带以后打算光屁股出去了，都送人了。貂裤，哎呦，貂钉子裤。行了行了，孩子，这个不主要。哎，主要的是还有好东西给你，哦、还有好就应该给好。鞭炮，大爷这个鞭炮，嗯，可了不得。怎么？跟集装箱里边的大鞭炮。孩子，你就放下吧，过瘾呐。我还真听话，我也是小啊。嗯，他告诉我点着了鸟儿，围着鞭炮左转三圈，右转三圈，有意想不到的意外，啊，我就成非洲娘们儿了呀！太意外了，把脸都糊了。这两件事情都是他，要没有他，我早火了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把这段苦水我说出来。嗯。师傅，我知道，嗯，您跟他关系好，那是这么多年20多年合作，刚完事儿，对不对？关系又这么好，我跟您说完之后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。嗯，我跟您说，我希望您能管我。哎，是，打我心里边，我不想跟他同台演出。再见。哎，好好好，你这个怎么着，就是这么耿直，你看看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红不了了吗？啊，把人给你逗着玩，你往心里去，是吧？不是，哎，他要走，翻脸了。我翻脸不了。你也不能因为这个，你说因为他看见你在车里边，是你，你拿炮轰孩子，你哪能这样，不像话啊！你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你我知道拿车撞夏利，你在夏利里边开车，你才在夏利，我没在夏利里边。这等我问清楚啊！你问是不是夏利？嗯，这个，哎呀，要死！你这徒弟，不是。谁要死？不是，你先听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不是，这个，哥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知不知道？你留神了，你咬着你啊！不会看看你，等会儿你想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脑袋长跟土豆似的，头发跟长牙似的。哎呀，还老是害人！你见过土豆长这么细的牙吗？不像话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先问。走，甭拦着我。走，我走。说清楚了，走。哎，是吗？对了，不回来了，不跟我同台，就是不跟你同台，不跟我同台，就是不跟你同台。走了。对了，好，走，把这马褂给我脱下来啊！哎，别，给我脱，脱，把马褂给我脱了，脱，干嘛？脱下来，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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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这种处理方法很少见。是一个长辈，手怎么这么快呀？这还叫快？废话，你要不信上夏利试试还快。我得捧我师哥，那是手慢了一会儿，摩托车进来了，你这不像话。我告诉你，咱说正事儿啊啊，说哎呀，今天晚上你们算来着了。你们看这像直播的相声吗？你们过年了，你是要走吗？走走，你把走马褂给我脱下来啊！给我脱下来，干嘛脱？废话，嗯，你让他把马褂给我脱下来。不是，不，你等会儿，你不脱，为什么脱？你这踏实踏实啊！不是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他走不走这不重要，你是他走不走不重要，跟我也没关系啊啊啊！他穿那马褂是我的，知道吗？那句话听着可耳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孔云龙，哎，谦儿大爷说这马褂是他的，对，你红不了了，你这玩意儿不要脸呢，你这，
我没想到。你怎么比施主还理直气壮呢？你是不是错了？你道歉吧。我也想半天，我很纠结。这个是有点未解之谜了哈。那怎么你怎么这么大脾气？是他的马褂不能给他。哦，为什么？不是打他手里借的。打谁手里拿的呢？打鱼的吗？手里借的。哎呀，怪害臊的。你老跟着掺和、啊。哦，你详细的说一说。从头说吧。好的。德云社有位演员，嗯，叫烧饼。啊、哦。烧饼他爸爸过满月，我等会儿也请我，等会儿上家去，我们关系不错。这什么什么账头？什么账头？烧饼他爸爸过满月，那是哪辈子事儿了？那是啊啊！什么过满月？你不是说烧饼他爸过满月吗？是我说的吗？是啊。哎，你这玩意儿提上秋裤就不认账啊？不是啊，说错了。这人。要不咱俩道歉吧？我也觉得有点理亏。那是啊，哎，你说孩子过生日啊，人家老头就喜欢马褂，是希望就是参加生日的这些个朋友们什么呀都穿马褂。我没有，我就一想于在家有啊，是不是？我上家借一件，我穿穿，不挺好的吗？上家去了，于他妈在家呢，嗯，跟我说。那个孩子你拿着穿去吧，这不叫事儿，咱这个关系、嗯、是不是？我说大妈您放心，我也在意着点儿，过两天我签字我给您送回来。不用不用，有事儿我你托付托付，知道吗？你于大爷最近呢脑袋上长牙了。他呀，大姐你先等，多怎么就长牙了？他就是让孩子说，他就是他爱听爱听那个，岁数大了、这些年你看这身体也不是特好。哎，嗯，你又想起什么来了？人呢？他这个脑瓜子也不清楚，嗯，说话老是云山雾罩，着三不着两，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，啊、老让人问住了、啊。你要在边上，你给打个圆场，就是别让他丢人。他有时候他自个儿他怄气，回家之后拿我撒法子，拿郭小宝撒法子。嘿，就贼呀，郭小宝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啊？这行了，他那回管孩子，我心疼好几天。嗯，老有他的事，考得不好不好问，至于的吗？遇到这个事儿啊，你给帮衬着多说几句话吧，圆了说说啊啊啊！于大爷您放心吧，嗯、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我明白了，放心，过两天我亲自我给您把马褂我送回来，行不行？嗯，不用。回头让你师傅送回来就行。捎带手的事儿，你说我穿这个马褂是不是对他有好处？听明白了吧？不能给他。听明白了吧？我还沉浸在那事儿里，就是我捎带手给送回去。行了啊，怎么了？你就给送回去？您说话在外边云山雾罩，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。谁云山雾罩？好了，跟他说的。跟他，你听他的干嘛？你问他，我问他，我问你，你听他，他说你就信呐？不是他，我说话云，我能说话云山雾罩吗？那按说是不至于，还是的。你说我五十多了，我说话我云山雾罩，我合适吗？您这个动作可像啊。对，咱们不会啊。啊，是对。你说我平常是那风格吗？嗯嗯，我说话云山雾罩，像他说的似的。你们都不了解我。你听听这些个卖鞭炮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像云山雾罩的。咱再者说，咱们用得着吗？用得着云山雾罩吗？那倒是，对不对？咱家里啊，就什么都不缺，嗯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我跟别人还吹吹呼呼，我用得着吗？犯不上，对不对？不瞒你说，这回就我们家拆迁，就赔偿那些拆迁款啊，我都没跟你说过吧？没念叨过。对呀、啊嗯，我家里一下之前就不错，这一下又上了一台阶，上了几个台阶。好家伙！啊，我们老爷子老太太一下赔了，哎、知道多少？多少？4亿。啊，我云山雾罩，我跟人别人吹，我干嘛呀？嗯，这一下你之前的不算，首先拆迁款赔4亿，我的天爷！对啊，但是话说，老头老太太也是这点也不对，怎么呢？我是他亲儿子，嗯，拆迁款下来以后没告诉我，对不对啊？可能是忘了啊，就忘了不碍事，嗯。啊，老两口岁数大了，脑子可能有点糊涂了呗，糊涂了。嗯嗯，我到家去，你告诉我，想起来你跟我说，这也不碍的。是是是，他不但没告诉我啊，
搬家了。老两口拿着4亿搬家了，这个事儿没告诉我。搬还没往进了搬，往哪儿搬了呢？老两口拿着4亿直接搬太阳里去了。您可以了，这个就太说不过去了。于老师，您可以了。我一打听那房子呀，还特暖和。你行，还大是暖和，行。是太阳。行行，于老师您慢打，慢打法器，您可以了啊。我拦您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拆迁给了4亿。对，不少吧？哎，不少不少，4亿可以了啊。这咱不提啊。是。说没跟你说呢，我也觉得说得过去。走啊，一时糊涂或者忘了，这都行啊。对，搬到太阳里。对呀，他不跟你说呀。你要说他可能是没来得及跟您说就化了，是他没来得及跟我说话，他就搬。你住口吧你啊！怎么了？您这就是云山雾罩啊！怎么我老搬太阳，我叫云山雾罩，我胡说嘛？你不信啊？我不信呐！你问他去啊！他知道，他上太阳里找我们老爷子去了。这高科技了，这个。孔云龙是吧？哎有一家儿搬家，拆迁款给了4亿，完事儿、啊、然后这家老头老太太没跟自个儿子说啊，没说呢，老两口拿着4亿搬家，搬到太阳里边去了。师傅，你那脑是不是也长眼儿了？你看看这事儿可信吗？胡说八道！这是正常人说。关了，别过来，多废话，嘟，废话，又来了，来这招啊？什么？废话啊！老爷子老太太拿着4亿搬太阳里去了，这事儿我说的。哦，他说的呀？没有，有，你看，有，来，那个，我知道呀，孔兜先生啊。你给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啊！你想啊，哎，我想，人家人拆迁，嗯，好事儿啊，是是，人给多少钱？4亿，4个亿，四，给4亿，嗯，对，人家爱住哪儿住哪儿，你管这好问你去？哎呦我，这个解释真他娘的脆生啊！哪儿你就把我打发了呀？啊，他爱住哪儿住哪儿，像话吗？太阳，对，热呀。废话，热，对呀。人家确实是，人家给了4亿。嗯，人家给4亿，朋友们是。他爸妈还没告诉他。嗯，对吧？对，是没告诉。为什么没告诉他？对，嗯，他爸妈。搬家的时候找人算过，不能够告诉他，因为什么？于谦压不住这个财，如果要告诉他了，他吐屎，知道吗？你等一会儿啊，你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怎么觉得8点来钟那会儿我说过呀？这是主要的原因。行了，别问，别问。我他哪儿都吐完就完了，那不行啊！你这不像话，现怼现卖哪成的啊？这个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这是开个玩笑啊！谁跟你开玩笑？没事，爆反了。废话，爆反了，没事。谁爆？开个玩笑。搬到太阳。哎，搬到太阳上去啊！现在我跟你说，咱这科技，咱中国人这科技也太发达了。嗯嗯嗯，不光是科技，嗯，还有那个人是不是人家身体好，对不对？怎么就转到那儿去了？不是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呀？人家有特异功能，这也是不排除的。哦，你说有的人有特异功能，特异功，他爸妈人搬到那个太阳里边，人住下之后，是不是唰一下子就？化了就成粉末了，过一段时间唰他又合上了。蛇精啊，这是。这是两条蛇。我也听过这事儿啊。啊，是是，这大概8:30左右。差不多。啊，差不多。嗯啊。哎。啊。哎，来。那太阳里边出去。对。嗯。这个太阳里边。嗯。你想啊。哎。
人的这个大脑啊非常强大，你这么一听诸位可能有点匪夷所思，嗯，哎，听不明白，乍一听感觉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但是人的大脑它会换位思考，你不是热吗，嗯，你不是烫吗，你不是，对了，晚上出去白天人不出去多好太完美了，我跟你说动哎，你这状态当门童的时候挨过打没有啊，嗯，我待会儿借个下力怼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换一个啊，再换一个啊，这个不成功，嗯，哎呀你看给孩子急的呀，嗯，求知欲，嗯，这个太阳啊，嗯，这是好，哎，太阳它暖和对不对啊，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有没有这句话，这是个老话，万物生长，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离不开太阳，对，但是好东西是会好多了不成，嗯，有那么一个故事，在上古时期天上有九个太阳，这可是个老故事对不对，神话，九个太阳，嗯，天下民不聊生啊，嗯，老百姓受不了啊，太热了，天上的老鹰也受不了啊，等会儿飞不起来，等会儿天上老鹰啊，什么儿子，老蓝蓝的天上飞老鹰，有这个问题，有没有，你们村包场去呢啊，老冷，我的意思就是很热呀，哦，很热，热怎么办，老百姓受不了，这时候，嗯，出现了一位大英雄，英雄中的英雄，哎呀，大宝宝，嗯嗯，我这点评书都没糟践，你看这个，出现这位大英雄太了不起了，好，陆毅射日，等会儿他拍戏去了，拍戏干嘛，陆毅像话吗，不是，那是后羿，后羿，对，后羿射日，对不对，后羿是一个射手，后羿了不得，他这弓箭很掰呀，这都是什么方言，这都是这个陆毅大英雄站在悬崖之上，拿着自己的弓箭嗖啪嗖啪嗖啪，一个没射着，白费劲了，不是，他为什么没有射着，为什么他为什么射不了那么远，为什么，因为他还没有到四级，什么乱七八糟，他的大还没有出现，我那意思他就是得用功，他如果对吧，到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哎哎，人家这大出现了，哎，当哎定住了，对吧，是不是，就是麻瓜王你带着药了吗，给他点儿啊，太我你还缺徒弟吗，我倒给你个的，这我不要了，这个咱们不玩了，好好的行不行，谁跟你玩呢，就射，是不是，完了之后这太阳啪掉了一个，嘟啪啪又射了一个，你看他玩得好开心呐，你根本就没管我们俩在不在这儿，是吧，到最后就剩一个了，老百姓说不能射了，不能射了，就留一个吧，留一个，到最后天上就剩下一个太阳，这你知道了吗，我问他了吗，我是问他为什么天上有一个太阳了吗，我也不知道他这是说什么，我是老年痴呆的是吗，我问你了吗，天上几个太阳啊，那你问的是，你不是说想听后羿射日的故事吗，你要是乐意听，我再给你讲一个姐夫跨日。你住口吧，姐夫，你拉倒吧，你给我姐夫跨日的。我问的是于老师父母为什么住到太阳上去？对，对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脑瓜子太好使了。那是。你还没忘呢。我信心呢。啊，嗯，是，他太阳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太阳向往的是美好，太阳向往的是。棒棒棒，
知道吧？哎呦，就你那个词儿啊，真是，哎呀，他是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大家伙太了解，有很多的歌曲去赞美太阳。你比如说有老天爷呀、啊，受了这个妖孽吧？不是，别受了。蓝蓝的天上飞老楞，哎呀，孔老楞，姓孔名宁都，字老楞，有。流行歌曲是不是有那个？怎么又流行歌曲了，孩子？就唱嘛，你怎么唱啊？你听我唱，就是那个、唱那叫怎么唱的呀？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走走走。回来，回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没唱完呢。行行，回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专场都累了，那是有没有？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比种地还累。我告诉你，是不是有这首歌？有这歌，有这歌。有没有啊？还有一首，就那个，哎，我们的祖国。怎么又来了？干嘛？师傅干嘛？你不是你一撅屁股就知人拉什么屎？那错不了啊！别老打那跑、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太阳啊，是好东西。这不是他这个为什么？老两口搬到太阳上就去住去，那其实我已经不太想知道了，并不重要。他多少度啊？那多，哎呦！愁的他呀。对了，我就想什么呀？就是我勾引起啊，就是我这个思维啊，我想啊，就是这个，你像岳云鹏，对吧？他也向往美好，都是农村的孩子，我们一块在炸面馆工作吗？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也老是唱这个，咱们有那个吗？能不能就是河暖的阳光照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有这句话吧？里边是不重要，你开心就好。你怎么好都行吧？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。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河南的阳光，那是岳云鹏唱的。他老唱那，他老是唱错。他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他有口音。他老，哦，对了，对了。我为什么他父母没有告诉他就是搬家这个？因为他老是吐屎。这不没有，这不是有吐屎的事。后来不吐了。不要，前面也没吐，后来是抱过来了吗？那还是爆发。你搬那儿，那也是自个儿亲儿子呀，是吧？自个儿亲儿子，你说这个，他又想见父母，见父母搬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怎么了？他怎么知道呢？搬家公司的人告诉他的，搬家公司的人告诉他搬哪儿去了，不是太阳里。这搬家公司的说话有口音，太阳里，太阳里是二环边上的开阳里。好啊！我的妈呀！他说话有口音。高，你要是不红，没有天理。再穿一个月。哦，是搬家公司的跟他说的。哦，少聊天，大爷在外边啊，多痛快，这天聊的。哎，你说这天聊的，我是不是愿意聊天？是，你是愿意聊天，他够呛了。不是，还比放炮还热闹呢啊！不是，爷们儿，好啊，好，等会儿啊，我聊会儿天啊，别着急走啊。你说，嘿啊，你说这个就是我，他说话带口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我这直接跟人一说，人不明白，他就告诉我云山雾罩，所以你也不用跟他去掰着去，不用讲理去啊。是，老头老太太就搬家了，不是完了吗？不重要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不告诉我了，他还能一辈子不告诉我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我上家找去，找着了就完了。得了，再者说，咱对老头老太太，对吧？也都孝顺，那错不了，是不是？老太太，这。疼儿子，儿子跟娘最亲吗？那是，对，打小我们娘俩就好，是吧？我也是真孝顺，也当着老太太，怎么说呢？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以前日子不好的时候啊，老太太有点残疾，在工厂上班，工厂上班受点工伤，那这工伤，哎，就我跟您说吧，那车间里边那机器呀、把这俩手大拇哥呀给。伤了，哎呀，压下去啊！没有大拇哥，双手没大拇哥啊！
啊，就这么点残疾，那我就更孝顺了，就疼老太太呀。嗯，啊，你们喜欢什么买什么。嗯，啊，就老这有点自卑。嗯，自卑没关系，咱不让人看出来，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项链，嗯，耳环，嗯，啊，戒指，都给买，咱整个都戴上，五颜六色，整个闪着金光，让他们晃他们眼睛，不让他们看见。这什么事？这点残疾不叫事儿。对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点，这少俩手指头嘛。嗯啊。都戴上，戴满了。嗯，这两手十个戒指，嗯，都给他戴满了。师傅，这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，这我说的。他是什么呀？就是切磋他母亲是六指儿，看不过去。十个戒指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这个。我还没有听到题，你就说出答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俩手没有大拇哥，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，是因为有六指儿。对的。这我知道，这个这个合理。然后呢，我有点忘词儿了。不是什么你就知道哪儿啊？这是我们云字科的。不是这不是我啊，这就云字科十三太保之一，吃的太保。嗯，我说我孝顺啊，是对老太太，只要我伺候她高兴，她踏实了，对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嗯嗯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四处玩去了，嗯，对不对？老头老太太都踏实了，我心里也就没事了。嗯，四处玩去，我不喜欢市里，我喜欢郊区。哦，对不对？我在郊区置办大房子，嗯，啊，哪儿没人我愿意去哪儿。你像现在这。啊，这疫情期间越没人越好啊！啊，找一旷野荒郊没人的地方清静啊。就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天它刮风。你看前两天的风啊，那么大，哎呦，那这风太大了。我尤其旷野荒郊又没遮没挡，是风呜呜呜，这四十多级，好家伙，四十多级。我院里他自己有井，他打井吃甜水啊。我知道，师傅。他那个为什么这个井刮墙外边去了？他那是一个篱笆墙，篱笆墙刮凹进去一块，把那井让出去了。他以为是刮墙外边去了。我知道，兄弟。他刚说到井，他还没说墙呢，你都猜到了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也是优酷的 VIP 会员的。也就是说，每年的这活你都看过。于老师，这人家知道这个，他说的对，对对对，一刮风，哎，刮那边去了。我1000多万，我买大白马调查完了，淹死了。我太知道了，换的这蝈蝈，嗯，拿马换的蝈蝈，蝈蝈调查完你淹死了。这个我同意你说的，嗯，因为这事儿我听了七八遍了。我家里养一大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大狗知道啊，狗尾巴挡着那表了，一撩狗尾巴就能看见点儿。哎，你说你那么灵，怎么还没红呢？您的女观众给您喊加油呢，那夏丽是你的吧？爱不爱我这？哎哎，我买一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我骑摩托车，知道吗？我撞下地干嘛呀？我买撞下地，我买一摩托车哦，大摩托哦，调查完了，淹死了。拿风刮墙那边去，那太没有没有。我买一大摩托啊，我撞了啊，我那整个撞的稀烂，一摩托劲儿太大，82个缸，
骑上这大摩托整个咣呀，我车完了啊，我没事儿，车都碎了。这我没猜着这个，你等会儿吧。哎，没有，优酷有没有知道吗？没有。这马褂给不给我？哼，孔云龙，快来新题目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哎，快来，来。不是，我是优酷的 VIP。对对对，来新题目了啊！打摩托车多少个？82个。82个缸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嗯，这事儿他说的啊。有啊，好，太好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来吧，少爷，嗯。反正也不跟我同台了，那是。家里还有鞭炮吗？给他点儿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嗯，对。哎，您不爱骑摩托车？我不会。你不爱骑摩托车，您不懂。是是是。他是这么回事啊，骑摩托车跟开汽车那是不一样的。这都废话，这话没用。真的，不是，你想啊，我不是诸位有没有摩托车爱好者？我是喜欢摩托车呀，因为我喜欢摩托车，我失忆过呀，我深受感动。人家有发言权呐！啊，我有发言权。我跟你说，骑摩托车那真的82缸，82缸，您那个劳斯莱斯才12缸啊！嗯，你才劳斯莱斯呢，嗯，80，对。为什么呀？它过瘾呐，那是速度快呀，怼起来声儿大。骑摩托车，你感觉就是什么呀？整个世界是你的。开汽车，你就感觉那个小笼子是你的。他开82，他快，他蹭一下子，他就直接在太阳里边了。啊，看他爸他妈去了啊。对，不是太阳里，他蹭一下，对，太快了，骑的，嗯，太快了，他没刹住闸。唰一下子，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咸菜厂，冲到人后院去了。后院有82个腌咸菜的缸，82缸。啊，你其实应该当科学家去。嗯，哦，是82个咸菜缸。有点事，这满意吗？我再说一，你猜。哎呀呀！什么满意不满意？听我怎么了？聊会儿天怎么了？不是什么满意不满意啊？对不对啊？撞了，撞了就撞了呗。车是我的啊，缸能值多少钱？那分什么缸？郭德纲就值钱。那是撞了，有的是钱啊，赔呀、啊。是4亿呢，慢慢花吧。对呀，咱又不是说指着这摩托车怎么着怎么着发财、啊，家里还有那么些呢。啊，甭说车，那喜欢的东西多了，嗯，是吗？嗯，我都有动物园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这知道，还是的呀，是的，动物园全是奇珍异宝，坐动物园你就看吧。哦，狗、马、鸽子、孔雀，呵，一会儿啊，马，就是喝着茶你就看，啊，跑过心里美啊，痛快、啊，舒坦呐。一会儿这个狗啊。跑过来啊，哗，飞起来！哎呦，狗飞起来了啊！我就看啊，这马跟着它呀，就飞起来，就俩人追呀，撒欢打滚。哎呦，在天上好，越来就个儿越小，个儿越小。后来呢？后来有一圣诞老人跟着车走的是吧？圣诞老人前几天来过了，来过了，就看他们后来就是说给我捎信来说，我们已经到了水星了。你行了，你够水的了，可以了。水星让我们在那儿啊，你不要再星我了，过去了，可以了。开马场，行了，原来马场啊，原来是，你可以带着孔雀，可以了，狗啊，鸡呀、啊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鹿都来。岳云鹏等着，快上场了，行了，干嘛等着？你不信呢？我不信，胡说八道。你问他去、啊。哎。孔云龙，连马带驴带鸟一块飞起来了，放屁！哎呀，飞到水星了，没听说过。前两天圣诞老人还来了，胡说八道，这事儿他说的，他说也没有。怎么了？马褂还给你了，给你了。这世界很酷。